马匹准备妥当，第八场赛事国际二级赛千六米马会一里锦标准备。三号码29蚊，四号都起飞啊！一开闸甜橙扭扭闸啊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间有呢只咧就系花月春风嚟噶，咁啊响外边系君子一言啊。再数翻入边嘅马匹啦，就包装选择啦，跟前啲啦，咁啊内栏第四位咧就系呢个精彩日子啊，中档第五位黑衫有满彩，中档位置咧就系呢个红心威龙啊，咁啊再后边嘅马匹啦，先见到有呢个军事攻略就尾四啦，尾三系甜橙，暂时殿后一对军事出击，同埋就系呢只卡达胜嚟噶。向住呢個1000米嘅段處進發啦，君子一言帶頭啊，咁啊見到咧第二位外邊有滿彩嘅，再後邊嘅第三位內欄咧就係花月春風啦，出邊包裝選擇啦，後邊嘅馬內欄綠色衫咧有呢只精彩日子啊，出邊三位啦已經啦，紅心威龍啊，再後邊嗰對啦，咁啊內欄咧橙色帽係甜橙啦，出邊就軍事攻略嚟噶，咁啊暫時殿後嘅一對馬有卡達勝同埋咧就係嗰只軍事出擊嚟噶。好啦，轉緊翻中間咯，次序上喐動都唔大噶啦。咁啊，君子一言啊，扣住姜成擠嚟咗大約一個身位嘅，跟住第二位有滿彩啊，後邊內欄第三花月春風啊，紅帽第四位中檔包裝選擇啊，中間有精彩日子啊，咁啊喺外邊咧就係呢個紅心威龍啊，後邊嘅馬咧先有呢只咧就軍事攻略軍事出擊嗰啲馬，兜到嚟最後三百啦，見到中間騎緊啊，有綠色衫就係精彩日子啊，外邊紅心威龍都要攤落去啦，咁啊再喺埋邊位置有滿彩啊，內欄花月春風君子一言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精彩日子真係將呢只紅心威龍拋甩咗啊，埋邊有呢只滿彩啊，接近終點精彩日子贏啊，第二。第二名紅心威龍，第三名咧有滿彩同埋花月春風咧就要影相啊！